是我是多米经纪公司，我们有在考虑签下你们多多绿这个团体。什么？我们发现呢，你们不管在创作还是在舞台上的表演都很突出，这是公司现在在寻找的组合啦。没有啦，你给我讲的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们旗下的艺人啊，在出道前都会进行两年以上的培训。喂，两年？对啊，培训的地点呢，在雪能星的总部，之后再联络您，好好想一想，考虑一下吧，拜拜。喂，哎，这人怎么没礼貌，就挂掉了。想当年，我多年努力，终于在今天被大家看到了。到时候，我一定会有一群非常非常好的乐手，像是电吉、地瓜、KB 萧阳、Bass 呵呵，然后主唱胖丁、鼓手企鹅，还有我的主唱柯南。对，带来这首《盛夏光年》。剩下去的晚安。